晴阳星空一沙浪，梦就在滚烫，这个世界说好一起闯，不回头不许失望，星星落向无边的海洋，找回旧时光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，誓言说得嘹亮，每天打打闹闹吵吵嚷嚷，奔跑过的街道小巷，每次都是你在身旁，是不是该干一个呀？是不是？干一个！你们也没干呢。喝两瓶了。你也没干啊？哎，没喝。张楠，你怎么喝汽水呢？不是，不是这样。那个亚楠不喝酒，那你替他喝，我替他喝了，我替他喝了。什么意思？他们什么关系啊？推我，不是，哎，你别推我，冯然，哎，我没动，你不行，就你这样，你明年你也考不上大学，你不能这么说他，你也一样，哎，别这样说，不能那么说，瞧你俩，啊，我这一桌最舍不得就是你们俩，我听他们说，不管高中的时候关系多好，上了大学都会渐行渐远的。你们说的我都想哭了，我们会一直见的。南哥，嗯，苟富贵，勿相忘。燕公，你放心，这辈子只要有我一碗饭吃，就有你一个碗刷。我谢谢你啊。来，我们干了这一杯，我们一辈子都是好兄弟，不许变。好兄弟一辈子，一辈子。你怎么了，严哥？啊？你是要哭吗？没有。你不许哭啊！对。我给你擦一下，我给你擦擦，我给你擦擦。啊？放心去飞，勇敢地去追，这一切我们未完成的梦。
我自己喝吧。别喝，别喝，别喝，喝，别喝，别喝，别喝，我们是尤问的好朋友。对，他咋不喝呢？他也是好朋友。你舍不得我吗？舍得吗？看毕业了，舍不得。万一又出现一个小男孩，喜欢你。不可能。你干啥呢？燕哥。我对着月亮发誓，你这辈子都是我燕哥。那是当然。我没事。你看那月亮，它又大又圆。唐阳，唐阳，起床了。哎呀，蒋时言，你干什么呀？7:50了，该起床上班了。我9点上班。从成华大道大二线桥那段路出了交通事故，咱们得绕路，有点堵车。今天是你第一天回来上班，起来了。我再睡1分钟。哎呀，起来了。我真的，我再也不熬夜了。服务员跟检查男呢？他们昨天半夜就回去了。所以你昨天晚上是跟程回在客厅睡的呀？杨哥，你真喝断片了。程回喝多了，我又扛不动他，你说让他睡沙发，我总不能让他一个人住你家吧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一会儿就把车开过来送你去上班。行，赶紧洗漱吧，别磨蹭了。来不及了。那个，我化个妆，你开的稳一点。那你还不放心我吗？我这肯定给你开一个速度与激情出来。之前步行街路口那家砂锅排骨现在换地方了。你去年过年的时候回来不就说想吃吗？改天叫上冯卫让他们一起。换个门了，换个门了，慢点慢点慢点。好。要不是被你预约起来蹭车。腿撑高了啊。睡回笼觉睡到中午，完美。不过你不能把程回那么扔在我家吧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很有可能我下班之后他还在那儿趴着。我先把你送到之后回去再处理他。行。话说你这跟以前排队买早餐的时候背单词也没什么区别吧？不对，有一点点区别。以前呢是天赋加努力，现在主要是靠天生丽质再加一点点的效率。鱼哎呀，我刚刚就应该在楼下买个小笼包，我现在还真有点饿。车后座，还给你买了一杯无糖豆浆。
我的天哪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百善孝为先。蒋时言，你会不会太有良心了一点？我的良心不都被你吃了吗？哎，不要影响正常驾驶啊。你这后面大包小包的装的是什么东西？哦，换的衣服。我打算呢，把我的工作服放在办公室，这样我上下班就可以穿自己的衣服。甘处长。嗯，早。早。甘处长。早。甘处长，甘处长，甘处，下面说。早饭吃的很香嘛，让他们去休息室吃，别把味道弄到办公室。甘处长，哎呦，这旁边是新开了家奶茶店啊？啊，对，就在左边那个商场。这年轻人的发量啊，就是让人羡慕啊。赶紧扔了，回头传达一下，垃圾过夜扣全勤。还是你的头发进出扎起来。好了好了，就停这儿吧。就停这儿吗？会商还有一段距离呢。没事，停这儿就行。那明天还要来接你吗？不用了。我今天下午车就到了，我可以自己来。我祝唐副处新官上任第一天顺利。副处，你叫上唐处我都敢答应。嘿嘿，唐处排骨还是唐处鱼？找打吗？不是。祝唐处新官上任第一天顺利。嗯，好，知道了。行了，已经非常完美了，赶紧上去吧，不然该迟到了。从容才是美女的人生信条。好了。走了，拜拜。喂，江总，直播马上开始了。喂，我知道。江总，您到哪儿了？能准时到吗？嗯，你让月月跟圣经大团队先走一遍流程，我会准时到的。唐样毕业于中正财经大学金融学博士，因刚毕业就搭建了 HSRALC 的风控模型，获得了行业内杰出新人，在国内和国际的学术界都发表了多篇论文。通过基因管培计划特招入汇商银行，现任汇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荣成分行信审处的副处长。请问是唐处吗？哦，你好，你是？我是范玲琅，是来接您的。您这边请。嗯。哦，我帮您拿。啊，没事，不用，我自己可以拿。谢谢。哦呦，看看人家啊，博士出身，管培特招，搭了风控模型，还提了敏捷构想，这成绩多得写不完呀。不到30岁就已经当了副处长，全行最年轻，独一处啊！再看看我们，人外有人，山外有山，这很正常。要是都比的话，都别活了。秦副啊，都快年底了，说话不要总是抬杠。我说这些不也是为了让大家向榜样学习啊？请进。大家好，甘处好，我没有迟到吧？唐副真准时啊，差3分钟就点。我下次一定会更提前一点。你们这是？我刚刚下楼，刚好在电梯间碰到唐副，就一块上来了。啊，对，正好碰上了，不然这里这么大，非得迷路了不可。我和唐副在周行长那里有过一面之缘啊。准确的说，应该是两面之缘。怎么讲？我大二的时候在南财当交换，
您作为博士生代表在台上发言，我记得您说“不甘落后的甘，一鸣惊人的一鸣”，印象很深刻。这么讲，四舍五入的话，你还是我半个学妹啊。算。来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处里另一位副处，秦月。秦月，久仰大名。唐样，请多关照。江总，直播刚开始很顺。圣妮娜虽然是第一次直播，但和网友的互动很多，人气涨得很快。月亚配合的上品节奏也非常好，才第三个品就已经破了之前联合直播的全场记录。今后燕麦是第四个上的。江总，盛小姐尝了一口，说是劣质碎麦，要求撤品。月亚不肯，双方粉丝基础又都大，呛了两句上了热搜，直播间现在就崩了。现在双方都不肯让步，冯总在来的路上了。不是，我问你个事儿。好，江总你说。那个属实剂是不是不接受预定啊？对，只能现场取号。哦，那你帮我想办法订一个他们中午的最大的包厢，十五六个人的，写唐小姐的名字。好，我打电话给他们老板。大家好，我叫唐样，唐朝的唐，水波荡漾的漾。说来也是很巧，我从小就是在荣城长大的，实习的时候也在荣城分行这边待了半年，所以这次回来呢，我觉得非常的亲切。我本人除了工作之外，最大的爱好就是美食。希望以后呢，跟大家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美食上面都多多交流，默契配合，共同进步。好。行，那我再去想想办法。咱不生气，好不好？喝点水。新月姐，您喝点水，可以跟您沟通一下吗？新月姐，你知道食品合格率不可能控制在100%，97%、98%已经很高了。可能今天开的三袋刚好就撞上了，平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。你们平时卖的好不好跟我们没关系，但今天那么多人都是冲着我们妮娜来的，那我们团队就要负责。我们在走品清单上没有看到这个星河燕麦，它怎么就凭空冒出来了？星月姐，我们不是不负责的意思，是还有其他品要走，所以我们能不能把燕麦的事儿先放放？燕麦的事情不说清楚，其他的品我们走不了。我和月牙姐这么久啊，第一次见到大波的。耍大牌呗，星河燕麦播了这么多场，其他人吃都没碎没，就他圣妮娜一吃，哎，有了。直播临时插个品多正常，就他圣妮娜是卓中心。你们几个干什么的？江总，我们是月牙姐团队的。他团队就可以在这儿无事生非吗？江总，你终于来了。你赶紧忙自己。天哪，江总，我跟你说，那个品牌方还没播的那些一直在催复播，可是圣妮娜呢一直在纠结几个不重要的品，现在热搜都上到第二位了，我真的是要疯了。这个走品清单是你我圣妮娜三方签字确认过的，但是这个清单上没有星河燕麦。星河红草、星河枸杞、星河燕麦全部都是星河的产品，团队有疏忽也很正常。你疏忽很多次了，我们不是第一天认识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可以直说。江总，我很感谢你当初欣赏我、签我、给我搭团队、谈商务，把我一手捧到现在的位置。是，没有你蒋时言，没有一休，就没有我月亚的今天。可我相信，我也没少给你们挣钱吧？我对你们掏心掏肺，可你呢？品类控制我，品牌控制我。你看看，现在像我这个量级的主播，还有谁没有独立的选品团队？不是我们不放弃自主选品权，而是你的选品一定要过一休的品控，
食品安全无小事。你也知道，食品安全的界限本来就很模糊。先撤品，道歉才恢复直播。不能撤，我跟星河燕麦的厂家已经签了底量了。等下播再说。我不撤。月亚，你不要因小失大。什么是小，什么是大？这是圣妮娜的直播守旧，到时候各种号会反复的复盘，如果你要是出了任何的问题，我们圣妮娜，圣妮娜，这是我的直播间，麻烦你搞清楚，不是她圣妮娜的。我叫你一声蒋总是尊敬你，我的团队早就分出来了，你手上就我一个分红约，我今天不撤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我和一休的合同还有半年就到期了，这中间有多少公司开怎么样的条件我都不走，就是看在我们这么多年风里雨里走来的情谊，我以为我们会互相包容而不是互相为难。这是这个月你们直播间收到的第八张特大工商纠纷告知函，你不用为难，我们解约，到时候具体的我会让冯总跟你联系。你不要后悔。唐副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，我要是不在就找夏川或者是林郎，不要见外啊。谢谢干处。好，忙吧。蓝城的大好前景不要，要调回荣城，你说这唐父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啊？唐父是本地人，也许是为了照顾父母。一个博士学历，全行争着抢着要的管培新星，变动工作，你跟我说是为了照顾父母啊？会亮的灯不省油的。哎，干处，这是您要求整理的案子，着急吗？哦，不急不急。嗯，吃饱了，工作好。琳琅，哎，你知道这个办公室是什么情况吗？啊，年底档案多，加上上面的人事任命迟迟没下来。嗯，也不知道谁开了个头，大家你一放我一放的，就变成这样了。唐叔，不然我……哦呦，眼睛长在脸上是用来凑数的。我也看事情啊，唐叔今天刚入职，办公室起码一个星期之前就要收拾好。哦、现在搞成这样要干嘛？啊，让唐叔站着办公啊？唐叔啊，手下不会干事。不要介意啊。嗯，没事。哎呀，你看现在这个情况，那就只能麻烦唐处在公台上和大家挤一挤了。好啊，本来今天也是第一天到，正好可以跟大家熟悉一下。善解人意啊。这些件啊是唐处可以先入手的件，还是那句话，随时问我。盛小姐，啊，星月姐，今天的事情呢，真的是非常的抱歉。嗯，江总，咱们单独聊聊。啊。您看这个事情咱们怎么解决呢？啊。我们选择跟一休合作，其实也是因为您以前就是业内知名的美食大 V。我们都追过您写的美食探店，后来我们也用一休在上面找餐厅啊，买各种好吃的，一直都觉得你们做的特别好。可是这次实在是，这次确实是我们工作有一些疏忽。嗯，
来了。问一下冯总到哪儿了？好。等一下。冯总，早上好。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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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。我来吧，冯总。谢谢。冯总，你这是？哦，哎，迪士尼买的，酷不酷？酷酷。这不光是个手套，还是个杯架呢。真的？放下。哎，正正好好，陪儿子去迪士尼玩，非要要，哎，不给买死缠烂打，趴地上哭啊！哎，现在这年龄，差点儿。来来来，拿回去。我不要了，您拿走吧。没事没事，我没碰到呢，快拿回去。蒋总的意思是今天的直播你单独走完，他调了一个直播助理过来帮你。你什么时候那么好说话了？他给了我们一年美食优选官的合约，一休现在的注册用户突破了3000万，月活800万，发展势头很好的。行吧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今天这事儿总得解决。对呀，我们帮着走完，对口碑也有利。嗯，行，那我叫他们给你补妆。然后再帮你过一下品。嗯，那具体的产品信息什么的，你就都帮盛宁娜小姐提一下。嗯，好的，江总您放心。辛苦。嗯。你们这个蒋总做事倒是挺利落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等会儿给你解释。出来说。不好意思，姜时言，你要干嘛？你疯了吗？你觉得咱俩现在这样，谁看起来比较像疯了？你别在这给我打岔！你能不能把这玩意给我脱了？看着怪吓人的。我脱不下来。为什么呀？粘住了。谁粘的？还能有谁？你干儿子呗。哎，我发现现在这孩子脑子都跟人精一样，我早晨要出门，他非让我戴着手套陪他玩，结果我手一伸进去，里面涂满了胶。跟你别给我打这个岔，赶紧回答我问题。我不是让彭斯跟你说过了吗？说了，直播差评还差了个次品啊。对，但第一，没有任何一个主播能够保证产品的100%合格率。第二，月亚有很大的自主权，就算是直播产品出现问题，他能用10000种方式把这个缺失给补回来。第三，月亚长着美食直播的半壁江山，后面很多投资商都是冲着他的人气才来的，你现在跟他解约，他们都得撤。你说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。月亚对于一休美食直播很重要，确实非常的重要，但是如果一休的美食直播的价值就是月亚的价值，那我觉得一休美食直播没有任何的价值。投资方想撤就撤吧。现在的情况就是，我们跟月亚在一艘船上，他哪一根桨，我们哪一根桨，这个船往哪开，怎么转，口令必须要一致，要相互配合。但是现在月亚明显有自己的算盘，如果再把我们手里的那根桨给他，很有可能船会沉，我们会万劫不复。非得是现在吗？非得是今天吗？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。他现在已经被流量带来的红利给冲昏了头脑，如果刹不住车，这个成本我们无法承担。真的，我现在打个响指，我让他消失吧。蒋总，您怎么知道我中午想请新同事吃饭啊？甘处，嗯，秦处，是这样的，我今天不是第一天来吗？我想说中午请大家一起吃个饭，熟悉一下。我在属实记定了位置。属实记，
这下不是不能定位吗？我上周11:01去排队，前面已经排了50多桌了。那家确实是难排，但是也确实是好吃。你怎么订到的？我正好有个朋友是一休好吃的，他们跟这些餐厅都有一些合作，他帮我预定的。一休好吃啊，我之前一直在上面买东西，只要是那边推荐的餐厅都能变成网红打卡点。哎呦，这这个干醋啊，今天约了特别重要的客户，时间实在是调不了。哦，没事儿，本来今天约的也比较临时，我下次提前。那就只能麻烦唐副下次破这个费了啊。好好好，没问题。那其他人呢？我今天也不太方便，我同学中午要来找我。不好意思啊，唐副。没关系没关系。您稍等一下，我和我男朋友说好了，就去不了了。唐叔，我外卖到了，我们拿着。嗯。唐阳，嗯，我是真的得必须回家，我要哄我们家那小祖宗睡午觉。这两天阿姨请假，我妈也来不了。我下午要是晚回来，帮我打个掩护呗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下次一定提前约你。这是解约意向函，看一下吧。新贺燕麦的实检报告还没出，也不一定有问题啊。而且就算是有问题，也不一定是我的问题嘛。如果你们一定要解约的话，也可以，那就按照甲方强制终止合同，直接砍赔偿条款就好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咱们就要聊一下月雅在内部主播分成晋级的时候伪造销售数据，涉嫌不良竞争的事情了。冯总可以把月雅在一休的直播账号封掉，反正都要解约，无所谓。是这样的，除了经济约呢，月雅和一休还有一份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，上述行为可能会涉嫌职务侵占。他签儿子了。我真的有时候想一想，这人和人的关系啊，真是够脆弱的。哎，咱们跟月雅认识也有5-6年了吧？说实话，这时间不算是短。解约意向书这么一签，马上人跟人的关系就跟风吹似的，一下就散了。眼看到年底了，月雅这么一走，咱们直播间最少摊一半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你要这么说，我真没什么想法。哎，我这算了，不想了，我脑袋疼。中午吃什么？要出去吃的话，把燕哥叫上。这回他回来了，约饭也方便，而且会商就在附近。不用。咋了？你们俩又日常吵架了？昨天晚上聚餐时候不挺好的吗？燕哥今天第一天报道，不得跟同事聚餐啊？对，燕哥今天报道。你小子什么时候想这么周到了？我什么时候不周到了？你要真这么周到啊，赶快给我订个饭吧。这都中午了，我早晨就没吃啊。滚出去！赶紧订。来餐厅走，我要看，我也要帮你刷图，我也要看。来，可以发朋友圈吗？可以。来，我们拍个合影吧。来看镜头，走吧，谢谢冯总。没事。哎，看到没，男人就是得特别一点，这么多女同事找我拍合影，羡慕不羡慕？明天给你搞一个。我羡慕你开着开着会从包里掏出两个奥特曼头套，还是羡慕你一个月之前想要跟人盖公章，发现盒里放着是指环王的戒指。别在那说风凉话啊，这是我当爹的乐趣，你体会不到。哎呀，我确实体会不到。我一会儿就把我刚刚偷拍你跟女同事合照的照片发给江亚楠，看看他能不能体会到。别闹啊，兄弟。哎呀，怎么发出去了不小心。你别闹，你干。吓我一跳，你别开这种玩笑啊，我心脏受不了。
没和同事们聚餐吗？哎，今天不巧，好几个人都有事儿，就改天了。我试试会商食堂的饭菜，还不错，比我们学校强。鲁菜确实看着不错。叫会商小炒，挺出名的，好像还是网红产品呢，有外面的人想办法托人来买呢。给我弄一点，我叫跑腿格兰达。你先叫个闪送，把我那个装衣服的包给我送过来，我下车被你贫嘴贫的忘了拿。你先叫个闪送把鲁菜送来，我再让他给你把东西拿回去，一举两得多好。哼，我出去一趟。干嘛去？找样哥。哎，你不是说不打扰样哥跟新同事聚餐吗？尿你管！回去。啊，好。哟，唐副还是实干派啊？啊，我想尽快熟悉一下业务。啊，哎呦，我还以为这个位置坐的会很挤，没想到你个子高高，坐下来倒是刚刚好啊。嗨，本来就是一个临时的位子，好不好的也没什么关系。哦，啊，待会儿两点啊 ，T 一有一个行内风暴会，劳烦唐副去一趟。好，没问题。去问问行政的人什么时候有时间，最迟这周内就要把唐副的办公室搞定。人家再怎么初来乍到、吃不上手，也是领导嘛！啊，坐在外面像什么话？唐叔日理万机，不会信息。我以为蒋总会自己百忙之中来帮我送东西，结果呢？结果啥？结果让我叫闪送，还要我出闪送费，字字心碎，无力回复。蒋总见谅。好，谢谢。唐叔，你亲自送过来了？我有500。刚才在楼下看到一个热心肠的姐姐，她呢看我又拿着东西要登记很麻烦，就刷卡带我上来了。琳琅，哎，麻烦帮大家分一下，哎，好，属实际的。你等我一下。好、哦，嗯，还要给我现金。道哥，我去杯水啊。道哥，卤菜跟文件夹。你是？啊，我是闪送。呀，这谁点的？唐副厨。属实际还能外卖呢？唐副厨果然厉害。礼尚往来，我送你下去，走。哦，走。现在办公地点不错啊。哎，唐总，你不用送我，太客气了啊。我们的感情值得一送。笑什么？没什么。啊？啊？隧道的心有没有慢慢愈合？马马虎虎吧。那就再给你根线，缝合一下。这不是我发群里的那条吗？是啊，你当时说两条项链都好看，都喜欢，很纠结吧？嗯。后来我听贾远来说你把另一条买了，索性我们就把这条也买给你，当做你返乡旅行的礼物。只不过吧，昨天晚上喝了酒之后，被那对不靠谱的乌龙夫妻带回家了。来，帮我带。没什么特殊，铭心刻骨，只有一种习惯，给你的照顾，也没有成。那些关注都是来自多年我的心深处，好朋友就应该彼此清楚，友谊万岁，我们别多走一步，
问着自己，我要不要认出。蒋神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我收拾作业呢，你把我拉器材室来干什么呀？杨哥，我忍不了了。你怎么了？我必须得跟你。结拜兄弟。你要跟我结拜兄弟？对。你们俩在这干嘛呢？我们的结拜兄弟。对，我们的结拜兄弟。你疯了吧，蒋诗雅？啊，凭什么你跟杨哥结拜兄弟啊？我们也得跟他拜呀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对呀，拜是吧？那没有什么关系，给我跟杨哥拜兄弟，你们凑什么能治吗？别掺和我们。什么叫我们掺？这几个几个，别吵。哎，让开。哎，杨哥，你看，哎，那咱们仨呗。是啥？哦，四个。时光。